Hello，大家好，我是阿生。今天我们也来玩个 Crap， 我们今天要来玩一张很酷、很酷的外国地图。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小白。嘿嘿，我是羽毛。突然，羽毛在哪里？你在干嘛？出来啦！他变行李箱了。现在啊，我们人在一架直升机上面，不是坠毁，这个是挖老杯直升机啦。嘿，哇，上下头，哇，直升机，你缺干儿子吗？你缺干儿子吗？我也要，我缺宠物，你要当我的宠物吗？皮卡丘，皮卡丘也是可以啦。这是一张很有趣的国外的冒险地图，它是1.11 版，传说它是1.11版。最有诚意的一张冒险地图，但是它里面有满满的英文啦，所以今天我们就打算用我们的破破的英文想办法玩给朋友们看。然后它是一个应该是一集我们就可以玩完的故事类型的游戏吗？好像是。不要玩我家的直升机，下来很久没有摸一下，只是借你们上去试坐一下而已，好不好？不要玩我家直升机。那么在开始之前，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一起玩这种有趣的小地图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们知道，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来个大一点的喜欢好不好？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一个喜欢。好了，我们就要准备开始了。如果你注意听的话，你应该会听见在干嘛啦？不要用我点飞机啊！听见周围有鸟的声音，啊，啾啾啾，不是你，啾啾啾，啾啾啾，走，跟着我走。大家还记得这个 logo 吗？还记得我们之前有曾经玩过他们团队的游戏？还记得那个叫做什么穿过墙壁的那个游戏？什么穿过墙壁吗？穿过墙壁会有史莱姆，然后就是会有一个洞，然后你要想办法跳过去。那个时候跟巧克力讲，我们一起玩的那个啊，不记得了。我变成 logo 了，那个时候还不在，是一个还蛮早期我们一起玩的地图。那这就是他们团队制作的地图啦。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前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实验室的样子，我的帧数大概是加3。哦，这里真的很细哦。走进来。有女仆，有配音耶。哎呦。好可爱，好强。他们叫我们去楼上找博士。哦 ，OK， 好，拜 ，OK， 好 ，OK， 他是。好可爱啊！还有点像是柜台小姐，跟大家讲一下，刚刚到底讲了什么。我们长话短说，他就是一个接待人员。他说：“我以为你不会来这里来，然后他叫我们去楼上去找某个教授的。”一个就是报告吗？就听他讲报告，有点像是早会的那种感觉。所以二楼的话是往这里，对不对？我们往左边走，看看好了。还有配音哎，好猛哦！嗯 ，Hello， 嗨，讲话，嗨，今天好多人在讲话，哇，实验室哎，你们看，好多人哦，哇哦 ，OK， 这边好像有很多人在这边聊天，跟他们讲话 ，Hello， 哇，他们会转头哎，哇。Hey, 他们感觉像是嗨，前面有在讲什么重要的人。我们是实习生，对，我们去楼上吧，我们去楼上吧。好，哦，好酷啊！哦，哪里可以听简报啊 ？Hello， 不好意思，简报是在这里听吗？你为什么头先转，身体才转？不对，不是这里，简报应该是刚刚那个楼梯的样子，对不对？那个大楼梯，那个大楼梯呀，我们去刚刚那个楼梯。哇，这里还可以走到庭园呢！哇塞，好美啊！是他们。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跟这边聊天，然后在那边游泳嘛，就钓鱼，钓鱼，或者是压力大就跳海这样。羽毛，你压力大吗？跳水就这样子吗？好，走，我们去刚刚那一栋二楼好了，这里感觉比较像是别栋，所以要往这里走下去。我才进来不到3秒，就有点小迷路，而且它做的好细致哦，连垃圾桶都有哎、欸，这个很像罐头，辐射，对啊，罐头之类的。应该是走这，哇，这玻璃门好酷哦，太漂亮了！走，我们往楼上走。哦，这里植物都做出来了，到了，对，还有植物，好酷，好酷。那个是那个环绕音响，哇，哦，那是音响哦，我以为是摄影机耶，摄影机在这里啦，好酷，好亮耶，哇，这好，这投影机啦，好酷哦。按下开始听简报，我按喽 ，OK， 好。哇！
哦，可以坐吗？可以坐，可以坐，耶！坐坐坐坐，坐好坐好坐好。好酷！哇，真的有那个环绕的感觉。好，注意听，注意听。嗯嗯嗯，来 ，Let's see。好像上课哦。Welcome. Welcome to Geo Descent Labs. We're digging into the past. Is of the past. 他们要挖到，他们要挖到过去，然后穿到未来的过去。好酷啊！哇塞！他61岁，喜欢的颜色是蓝色，不对，是黄色。把它划掉。Right. Approximately 30 years ago, we sent a board with a two-man crew to create a tunnel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想办法要抓出，钻一个洞。Once that drill reached the core.We lost al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rew. 他说钻到地心之后，他就跟里面的成员失去连接，然后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了。所以这个专案这个计划就完全暂停了，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Now, fast forward to about a year ago, we discovered a new type of rock deep down in the earth named Noxesium. 然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专案，叫做这个。Apple cider vinegar, a few gummy bears, dried washing up liquid, and a spleen of a. You know what? In brief, it allowed us to create a new thing we managed to translate into a fully fledged metallic wingsuit named the Thermal Flight Armor 1541. Oh, it's a good one. So we believe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This is where you come in.You have been hired for a mission to fly down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我们要飞上六个座号。To rescue the long lost war drill.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穿着这套装备，然后拯救那两个人。To power it up and drive it all the way back. It would also be nice to recover the bodies of the crew we lost and bring them back for their families. Okay. Okay.Let's talk about how you're going to do it. 好，我们的任务就是gradually made its way to the Earth's core through three separate tunnels in a zigzag formation. 总共有三个不一样的通道。先用我们的服装，慢慢的飞过去。OK， 一跟二之间有那个。It's all on you at that point.OK， 一跟二有通讯设备，你可以回报你的任务。然后可是三没有。他说你不知道会找到什么东西，然后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但是你只能靠你自己。As soon as this brief is finished, you'll head out the door. 好像电影啊！哦，好强啊！好。OK， 好，理解。Sasha。Sasha 在楼上一楼的那个。This recording to self-destruct after it's finished. 怎么知道 ？Like the Mission Impossible film. 不要，不要自爆！他说像是不可能的任务一样，这个事情结束就会自爆。他说不行。Okay, never mind. 他说算了，好可爱哦。结束了。好，结束了，卡布了，后面的门打开了，哇，好酷啊，哇，好，我来整理一下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在若干年前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直到地心的计划，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到地心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钻孔机，派了两个特务想办法到地心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他们到了地心的时候，发现他们失去了联络，已经不知道那两个人跑去哪里了，所以呢，在直到去年之后，他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计划，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制作而成了一套新的装备，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1564装备，就是那个装备。那个装备呢，穿了之后你就可以直飞到地心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的任务呢，就是穿着那个装备飞到地心，然后救出那两个人，坐着那个挖矿机一路再钻回地表，这是我们要的，就是这样。OK 吗？酷。OK 的话，我们最后继续往里面走。好酷好酷！超像电影的，你有看过《直到地心》吗？有点像是那种感觉。有啊有啊有。嗯，这个是天台对不对？应该往这个是什么地方？哎呦，这个应该是员工表扬室之类的地方吧？对。那我们继续往楼下走。公电梯，脑袋就被卡在那边。
搭电梯，搭电梯，进来，进来，进来。哇，好好绅士哦。啊，我按下按钮哦。三、二、一 ，Go Go！ 哦，飞起来了！哦，电梯里有电梯音乐。哇，跳跳哇哇！前面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狼。哦，装备。哇！太帅了啦！这是 Minecraft 吗？哇！还有鲨鱼，为什么会有鲨鱼？好帅了吧？为什么会有鲨鱼？好，我们要下去了。走！我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吗？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哎、欸。是。哇！哦 ，Hello！ 好酷哦！我要看这只鱼。好酷啊！我也想在 Minecraft 里面养鲨。哇！哇塞，这个是 1.11 的版本，不是 1.13 的哦， 1.11 啊，哇塞，它上面有写字耶，上面写please don't please do not feed， 他说拜托不要喂他。好好 OK OK，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的装甲 哦我们要怎么做，走进去，我们走进去吗？哇，都粉红色，走进去是哦，好穿起来了，哇，蓝色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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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 Ellie， 然后 OK， 哇、wow. uh-huh. ，我开始起鸡皮疙瘩了。OK， 哇，好酷啊！哇，我从中间啊 Ellie 这个地方开始翻译好了，前面就是有。就是比较机械的一些术语，就是告诉你说哪个装备已经完成了哪些东西，你需要等一下下之类的。然后我们从欢迎来到 TFA 1541，我的名字叫做Ellie， 他其实叫做啊对，我的名字叫做 Ellie， 然后我会陪伴你一路到达地形哦，好美的字，为了你的安全，如果你已经登陆的话。请不要擅自把衣服脱掉吗？然后直到我帮你做好了，就是降落的东西、降落的手续之类的东西。然后尝试的不要把这件衣服弄进水里，或者是热的液体里面，又或者是岩浆里。祝你有个美好的飞行。OK OK， 哇，看不太出来是谁，但是勉强看得出来，这是小白。嗯，他其实他还有透明度，其实一点点。他看不太出来，你们两个站在一起。根本分辨不出来哦。哎，小白的眼睛比较小，羽毛的眼睛比较长。鹿看得出来，鹿跟我都看得出来。就只有那个小白跟羽毛看得出来而已。这材质怎么弄的？好帅、哦，好炫啊！OK， 好，那我们好了之后可以往哪走、啊？哦，前面这边门开了，前面这边门开了。哦，好酷，好酷哦！而且它不是只是翘翅而已，它是飞行翘翅，哎，一套装备的。哇塞！走，好炫啊！要出发了、，Hello 博士。耶、yeah, ，他说地心的谜题终于要被解决了，好，交给我们，走，我们要去 Drop Zone，、就是、我们会飞、坠落区域，要准备走了 ，OK， 三二一 ，Go Go！ 哦，我刚以为路没有在电梯区，跳不起来、欸，跳不起来，欸、真的哎、欸。越来越重了吧？上升很快，要被丢出去了。你的 mid air 要喷出去了。用你的，还没啊！哎呦！呼！这声好酷哦！我好喜欢这种空间的声音哦，好屌哦！这是那种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那种东西啊！广播，好猛哦！应该是这里了吧？是大按钮，这个红色。哇，他后面做的很漂亮，你看，好猛！哇塞，好癫痫！路过来，路过来！我们要起飞。等一下，下面那是舱门吗？好像是哎、欸。哇、哦！
然后旁边那个是那个警戒的那个灯哎、欸，哇！哦、我们赶快按下去，好不好？我们一起按好不好？好，我们要解决地球上最大最大的谜题了，来喽！一起按，三二一，按！哦哦，哇！我要看，我要看！哇！好酷哦，好凶啊！哇！我的烟！哦，那个音乐，哇，要下去了吗？你走了吗？走了吗？热血，怎么了？走，三二一 ，Go Go！ 飞！哇！对，好美啊！哇塞！史上最美的飞行麦克游戏。哇！自带 BGM， 超热血的、欸！哇哇哇！有人燃烧了！为什么？哇哇哇！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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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哦！哇哇哇哇哇哇哇！哈哈哈哈哈哈！哦，还可以再一次、欸！哦，可是 BGM 对，好帅啊！还我热血的 BGM。我自己上，我居然按，你们到哪里了？哦，我爆炸了！哇，爆炸！哇，我爆炸了！哦，好难，好热血，好热血，好热血！哦，冲啊！哇，我到蘑菇高高高，我到蘑菇领域了，紫色蘑菇，往地心走嘞。它其实第一层应该是比较平一点，我们刚刚看到它的简报里面第一层是比较平一些些，所以第二层的时候会直直的往下坠，好美哦、喔！哇，它中间那一条我每次都会撞到，我到了，哇，读地图啊，读地图吗？有没有 checkpoint？ 我不知道呢。我到了 Alpha Base 来。哦，所以这个只是第一关而已。我们现在到了第一个安全点。哎，我等你们啦，我等你们。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小朋友到了吗？看到了，我在蘑菇区了。哇哇，这里有失败，羽毛又抵达了 Alpha Base。哇，音乐又回来了。对，又，酷哦！哇，你们在哪？冲的。我来了吗？我来了吗？陆、啊、游喜欢这个吗？你嗯，之前那个很少，这个有啊！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干嘛？来了！哇，陆游坠毁了！哇，好胜好胜！哇，这个好美又没好玩哎、欸！陆来了，耶、！欢迎，来呗，加入我们！哎呦！终于走，我们前往地心去吧，剩下最后一里路了。下一个空气补充室，走，跟我一起呼吸通往地狱的空气。路路路，来来来来来，来了来了，路来了，走，准备了，按下去 ，stand by。哎呦，我好喜欢他的声音哟、哦！怎么我游戏做成这样子啦？对啊，好帅哦！呼吸，哦，好了，哦，第三道舱门已经可以准备启用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哦，这就是通往地心的最后一条路了。这游戏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哎、欸，对不对？哦，但精致，最后一条路了哦，超精致的那种，我可以用走的吗、嗯？这感觉就可以慢慢走过去啊。但是为什么你们在干嘛？我们在走路啊，这里啊，哎、欸。啊！神魔瞬间移动、欸，哎、欸，正常了。刚刚那个零下是吗？啊，哦，哎、欸，我、欸、刚、喔、看我在那里咬，对啊，哎、欸，好强哦、喔！这个好像体验到地心的奇怪的事情啊！嗯嗯，哇，怎么样？好，笔录各位，可以，三二一，起飞 ，Go！ 哎、欸，出发！飞过去，我要飞机，飞机，哇，又可以走了、欸，我要从左边。啊哇，好难好难啊！转过去啦，我转过去啦！哇，不行不行不行，偏啊太矮了太矮了！前面太矮不？太多了！哇，再来一次！太陡！哇，爆炸了 ！OK， 飞过去！
不行，他要往上冲，他要往上冲，我没有动力，他坠毁啦！哇，难哦！哇，这什么空间啊？等一下，哇，王座好了，这是王座好了，王座好像比较简单。等等，他这个要怎么上去啊？冲上去吧，你要有足够的动能。对，王座比较简单。不要，不要，等一下，对不起，那个是讲对不起，会。哇 ，no 不要这样，我求你！这里怎么飞啊？你妈妈的！这里要怎么飞啊 ？No！ 我吧。哎呀，哎呀，那个洞该走的还是得走。那个洞口好少。往下。该走的还是得走。冲冲冲冲冲冲冲！走中间最快、欸，中间超稳。你说地狱吗？在绿色这边，只要走中间就好了、哦啊。就走绿色的啊！啊，走绿色，走绿色，全都绿色的吗？走绿色的洞洞，绿色的洞洞、哦。不要，就是有绿色洞洞，有绿色圈圈，你们没有发现吗？啊哈、哦，我是直接走最上面嘞、欸。等一下，骷髅这边怎么非要飞进嘴里哦？对，哇，不要闹了！你要怎么飞进来？你进去了吗？哇，这什么鬼？哎呀！不要不要，这个时候读取地图！哇，为什么要爆炸？哇，我快到了！路跟小白终于到了！等太久了，都直接停掉，我都不确定自己下一局到底有没有办法直接飞过来。怎么怎么怎么？他们在里面吗？要救人了吗？还有，不是地心吗？哎呀，好黑哦！地心哦，各位，哦、地心哦，准备了，跳了，地心，三、二、一 ，Go Go！ 哎呦，哎，怎么了？哪？不会爆炸吧？没事，不会不会。他跟我们讲说，我们的温度已经过高。这是地心哦，哎，有那个轰隆声哎。挺近了，我们飞下去好了。BGM 突然慢慢小声的，好猛哦！在下面，哇哇，哎呦，这是地心的样子吗？嗯，应该在地心了。我们飞过去了，好，好，三二一，起飞！哎呦，小心哦，各位！哦，到了，哇哦，撞墙了！我们的车，我们的车，哇，这烧起来，烧起来，烧起来！小心，小心！烫，熄火，熄火，熄火！路，我们两个都着火。抱抱！我帮你拍，帮你拍！哎、欸，可以上来，可以上来，可以上来！哇！哦哦哦！上面的门开了，上面的门开了！我是跳下去了。哎、欸，哇！他有那个爬梯铁梯子音效，哎、欸，关起来了！哎、欸、，no！ 跑进来了！啊，在清理，他在清理。啊！我需要降火，好烫啊！哇！OK， 好了。降完了。哎呦！他怎么了？哇！很猛了！哎呦！他掉了！哎呦喂！哎呦喂呀！天哪，他坏掉了！好可怕！怎么突然变恐怖游戏了？门开了，门开了！操，有飘啊！有人吗？有人呢、欸？是人吗？地上的文件散落一地。我们是回来了吧？就是那一艘啊！他变骷髅了！ Oh、他走过来，他走过来了 ！It can't be. Are you real? I can't believe my eyes. 他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等了很久。So long. 所以另外一个人死了。哇！我还动。他说：“这个时刻终于来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What？ 什么 ？I'm sorry. You must be surprised. 他说：“你一定很讶异吧？我还活着。This time， 一直都只有一个人。我疯了！我失去联系了。登录。叫他不要讲话，我断线了。叫他不要讲话。登录中。哇塞！” Didn't
taste so bad. 我现在听不到他讲话，他现在有讲话吗？有。他咳嗽。他说你听到吗？But really, I thank the heavens that Manowski brought his 5,000-page annotated hardback of Dr. Wolfe's motivational philosophies. The pictures certainly added a refreshing taste to the diet every so often. 吃掉欸。Manowski, poor, poor Manowski. 他把他的朋友吃掉。Where did you go, Manowski? 为了活下来啊。I just noticed. 怎么了？ Those suits, they were working on prototypes for those suits for years. 所以他们是旧的衣服，我们是新的。These look completely different. 他说看起来完全都不一样。Nice. I must have been down here for too long. 他说我已经在这里太久了。When I was still surface, the wings were only a dream. I had no idea they'd be able to make them a reality. 他说他以为这只是一切都只是梦，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想象这是真的。他说：“我好想穿穿看哦。”你们要来看地心吗？我还哭哦。什么 ？Woke up to daughter and 哦，他说他想穿穿看，他叫我们给他我觉得唔汤。他说走过去，然后给他穿穿看，然后这是他的那个文件，他把文件吃了，超大的，他饿到在吃文件啊。嗯。嗯，那我给他穿咯，他说走过去，然后按 Q 给他他的给他衣服。This is great, so perfect. 他说很棒，很完美。Oh, it feels so good. 他在闻我的衣服吗 ？Oh my! If only Manowski was here to see it. 他说要是 Manowski 还活着，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好了。I will avenge you.他说我会帮你复仇的。什么？他想干嘛？吓唬了。After a while, we began to notice. They came to the core one by one. They started off just taking small pieces of it, like crumbs. Then they came with their massive platters and began carving juicy 10-ounce slices of it. So before it could get any worse, we built a cannon into the side of the drill. A cannon to fight off those darn evil tunnel pirates before they could eat up. 他疯了啦！他说有什么地心海盗每次都来这边偷走能量，偷能量。Manowski's, of course. Right, this is it. We will not witness our mother of crops being robbed ever again. 他不想看到地心再被人家偷走。这一次，我要进去。This is for you, Melsky. This is for you. Tunnel pirates, I will stop them once and for all. 去他们的地心海盗，我会摧毁他们。Nothing will be able to stop me. 没有事情可以阻止我。什么啦 ？It's a blessing. It's a dream come true. 你要去哪？衣服还来。这衣服我怎么走啊？他要把自己发射出去了。哇！我的衣服还给我。他进去了，进去了。地心坏掉了吗？附近的温度逐渐上升。哇！弄到核心了。可是，哇！怎么办？我爆炸了 ！No！ 哇！立马小白 ！No！No！ No! No!冲过去吗？有没有逃生舱？冲过去！哇！逃生舱！哦，红龙！哇！哦！我是真人呢，好酷哦！这不是猴子，这是真的！被荧幕一破了，哇！荧幕都爆掉了！哇！哇！哇！怎么办呢？我没有衣服啊，露给我看。这怎么办？怎么办？他没有逃生舱，电脑不能用。我爆炸了！不！为什么画面是黑黑的？你们呢？也是。怎么了？哇！姐，好辣啊！是 logo， 好酷！我还跑这个，是地球最后毁灭了吗？
哇哇哇！从地心毁掉了，好棒啊！哇，那个、哦、那个画面真的超像电影的哎、欸，真的太狂了吧？这是 Minecraft 地图吗？好酷哦！他是怎么做到的、啊？我还没看过这一种的哇！什么啦？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嗯，哇，片尾了，片尾了。所以最后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可能产生了幻觉。他说他每宇宙海盗偷偷来地心，偷走一点点地心的碎片，一点点的能量。然后他为了复仇，他为了就是不让那些人再来偷。哎、欸，会不会是这些家伙、啊？应该不是吧？可是看起来像怪物而已啊，他们才是钓鱼。哦，哦，宇宙海盗会是人类吗？他可能自己幻想吧，应该是幻想，应该是幻想，应该是真的是疯了。哇哦，这游戏真的好美哦，真的、哦、真的太夸张了。哇，我敢说这是我玩过所有 Minecraft 地图里面应该是最精致的一张，最正点的，嗯，真的是最精致的一张，好可怕哦。它是一个独立的游戏了，你知道吗？哇，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地方，哦，我们是要下去救他的，哇，结果救人不成，世界还毁灭，嗯，拜拜世界。我知道不救他，他还没有衣服，他还不能够这样冲。我还有他有另外一种选择，就不要给他，好像没有得罪我，嗯，好棒哦，哇哦，团队啊。他在今年 1.13 版本最新的游泳的那个版本，他又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哦，会想要玩吗？嗯，想玩。我们想不想要看？好棒哟、哦！啊、哦，大按钮，地震！哇呀、啊！我们的地方，直到地心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个故事系列。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0000个喜欢？这团队好猛啊！太强了，太强了！我们下期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